这是我从家拿来的小摆设，现在成为我小妹子装饰品了。我一会儿要给你化个妆，然后把它戴在头上。虽然说不是很好看，但是现在咱们只有这个了。我搅了啊，要不然我就得花钱再去买去。反正这也是从家里面下岗拿来的，我嫌搁家里太乱了，这爷俩买的。啊，我姐夫买的，嗯，那行。没事的，从家都拿这儿来了。主要是摆家里面乱码七糟的，我不喜欢家里太乱，然后还落灰。嗯，他爷俩也不擦，完活都交给我。我变废为宝。今天这个天气呀，阴天，下午的时候还得下雨。朋友们，一到接孩子的时候，老天爷就特别开眼，下雨。我爸比来了，给我们取货去了。总共多少箱？14箱。冷面到货了，朋友们。这两天卖的特别好。啊，这是小麦。这个是米线。这个荞麦，哎呀，荞麦这么高，咱自己放这儿吧。行。给我这发给你们。嗯。这整啥呀？给我哥姐化妆，给他做造型，没有花了，把他这玩意儿都给拆了。在这是那个萌萌他俩的吧？俏俏的，嗯。俺家还有呢。没有用啊！给你姐化妆，嗯，能行吗？爸，嗯，俺俩准备这个店不干了，准备干个旅拍，他当化妆师，我们再聘用一个摄影师，真事儿的吧？那我小妹学他干啥呀、嗯？真的吧？怎么样？你说？不管你们俩想干啥干啥，你信吗？爸？信吗？对呀、啊。我不信。最近好多人都在质疑我们俩，就觉得我去学化妆去了，然后这个店天天都我姐自己整的，是不是我们俩要分道扬镳了，要不干了？不能。其实不是啊，就是我刚开始学这个化妆的初衷就是想提升一下自己，就是想多一门技术。其实学化妆这件事是在2年前我就想学了，但是一直我没有找到合适的地儿，这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吧，找到了这个老师。他学的是速成班，是学的东西也挺多的，挺精的，就是感觉跟一场课能学到很多东西。我就是因为想让人家手把手给你指导，因为我对这个东西一窍不通，所以才选择这种班，这就属于 VIP 了。嗯，就像学车的那种，嗯，人不有一对一 VIP 吗？他这个老师就是说一对，相当于一对一了呀，相当于一对一了，俩人在那互相指导。因为我对化妆一窍不通，你要是让我找个那种大班的那种去跟他学去，那对我来说简直就是玩呢。嗯，行了，咱俩开始吧，小妹。嗯，来这画呗。嗯，给我整化妆镜啊。今天我要给你画的就是这个妆。啊。嗯，这个眼睛挑色的是黄色和粉色的搭配，然后脸上要有彩绘，画的小云彩。这个花看明白了吗？但是咱俩不适合这个头型，啊、但今天我也要给你做这个头型啊。啊。咱俩这个地方有点秃，有刘海就更好了。开始吧。我现在每天来店里面都是素面朝天的。在家都不敢随便化妆了，到这让小妹给我化，她给我化这个妆吧，持久一整天，到晚上我才卸，我都舍不得卸。我也素面朝天的，因为我每天晚上都在练，每天都化得很浓，所以我就白天尽量不化了。嗯，等我成熟了。洗完脸了吧？洗完了。我决定了啊，嗯，那个我给你买一个化妆镜啥的，摆着，没事你就总给我化。这样的话呢，每次我拍视频出镜是不是也养眼？大家愿意看？就是我每次剪视频的时候，发现自己素面朝天，我都闹心。完了，我一化妆，我就哎呀，可愿意剪视频了，就觉得自己好看。眼睛，这快没了。那你这么天天画也挺费呀。还行，用不了多少。多大的脸呢？又不是这么全身。你看你这手哈，在我脸上一扒拉，就感觉可小了。嗯呐。手长得太小了，捂着不过来，特别是给人做头发的时候，人头发厚点就握不过来了。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车子，我姐夫来了，好像。好像是，我听那锁车声响。一会儿咱俩逗他说咱俩不干了。嗯。真的是我姐夫。
没有灯太暗了，看不清。哎呀，你咋来了呢？到点了吗？不是吧？啊，你今天不是上外地吗？明天去。啊，今天不去啊？今天差顿饭。对。今天差顿饭。姐夫，刚刚把那花都拆了。把哪个花拆了？桌上那个。干啥呀？给我姐做造型，不一定能用上，但是我也给拆了。这样式的吗？嗯，对。无花。你说俺俩转行行不行啊？干啥呀？俺俩要不干了，俺俩要干旅拍。我化妆，我姐学摄影去。嗯，然后这店我们俩不干了，就干旅拍的。行。真的假的？干啥都支持。你信吗？这有啥不信呢？我俩不可能把这行业干。想试验想干就干。不是，这个店铺我俩绝对不会扔的。我都会付出多少心血呢？能说扔吗？我都要干装修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装修。这木色的。大柜子。橱柜子。真的？不是，他确实有这个想法，想那个干装修什么的。就是监控跟装修不分家嘛。那我也是装修，那不装修脸吗？为啥我要干你知道吧、嗯、现在有的装修公司都大包了，把所有活全都是从头接到尾。对，把监控直接全都包了。嗯，现在很多东西都是直接是大包，一包全包走了，确实是。他从头接到尾，完了回头再找我，完了我拿的都是小头了。嗯，这八万匹的价格。这是在直播间里面的效果，稍稍带点美颜，还好看点啊。就长这样，怎么拍好看？看我这花运用的怎么样？头顶有点太愣了，有点多。没事，你新手，你多练。明天给我练啥妆啊？学啥画啥。大家觉得怎么样画的？